哎呦，哎，孩子们，快出来帮个忙！哎，哎，来，妈，买鞭炮了吗？买了。有花炮吗？有啊。妈，这够吗？春节要是不吃肉的话，就把肉换成鞭炮放。哎，你快把这苹果搬进去。哎，妈，您这样是太抠门了。那把你的基金拿出100块钱来买炮。嗯，那不行。里边呢，从你的基金里取。我不放炮。啊，你们才抠门。回来了。哎呦，爸，哎呀，爸还是爸。买那么多炮啊？这也太多了吧。公子，要不要放一罐？好，二公子说晚一点再放。行，晚上吧，晚上吧。小宝还没敲钟呢。来，给我，我给我。这才够大喜！哎呀，高兴了吧？哎呀呀！来，给我的小外孙啊戴上长命锁！哎、让老爷给戴上！哎呀，哎呀，锁了！哇，长命百岁哦，宝贝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哦！说话了，向东向东，说话了，来向东向东抱抱！哦，来啊！来，好，小弟弟，酒都满上了吧？好，第一杯酒我提议啊，敬江天怀同志的研究所攻克了类枯萎病。哦，来，恭喜！少喝点啊。第二杯酒呢？敬柳斌女士啊，重返舞台，再创辉煌！祝贺妈，恭喜！这第三杯酒、啊，第三杯酒我来敬，祝大哥和二姐金榜齐名，祝大姐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漂亮啊！还有，祝江二少和李三少学业有成，最重要的是未来挣大钱。干杯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，玉婷来了，玉婷，快进来，进来，坐下，一起吃。来，吃。来，这边，这边，来，快坐这边，坐这儿来，快来坐。高考成绩公布了。有同学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我就过来问问江森和江雪，你们收到了吗？没有。你收到了吗？我也没有，我是听夜校同学说的，他邻居收到了，他过来问我，我才知道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们的通知书啊也在路上呢，这不过年嘛，也许就耽搁了，是吧？对，我们省就应该学上海，高考成绩和录取线都应该公布出来，这样才公平。今天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试卷都是各省啊自己出的，录取方式也不同。上海呢虽然公布了录取分数线和成绩，我有个同学呀，他的儿子考了320分，高数录取线80分，还是没被录取。我这次考完以后呢，感觉不是很好，如果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因为我考得太差了。没事儿的。江雪，你的感觉呢？哦，其实我也有点没把握。天怀，你还是去找教育局的同志问一问。对啊，爸，最起码先问问他们的成绩是多少。行了行了，今天过年呢。过年呢，开心。海军，快给玉婷加副碗筷。拿个碗筷去。好好，大哥啊，你也别着急回乡下，等成绩出了之后再决定。什么时候着急了？好好吃饭。哎呀，那快吃饭，快吃饭！来，赶紧吃。行，多吃点。江妹，你吃快点啊！妈还在家里等着。差点忘了，海云他妈还在家里等着呢。冬妹，快回去。还没吃呢。回去。哎呀，过年去海云家过，快回去。回去吧。多和我亲家好啊！哎，好，谢吧，行吧，哎，来，海军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好啊！提点东西，提点东西，好了，江梅，多和亲家，提点东西，好好，新年快乐，谢吧，行吧，好，冯总啊，好，路上慢点啊，走，走什么走？你慢。
饺子出锅了，来，赶紧的吃热吃。哎，你赶紧上炕。哎，先喝一口。哎，喝一口。哎，闺女啊，吃吃。趁热吃，闺女。哎，来。这大过年的，姑爷也没个消息。哎呀，那会儿你就听话，现在好了，假的也成真的了。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？还得大过节的，又把闺女说的吃不下饭了。乔森不是这种人，他会回来接俺的。现在啊，还由不得他了，他不来接你，回头啊。我把闺女给她送到江家去，哎不，我给她送到林业局去，我看见这个局长怎么做。哎，吃上，趁热吃，一会儿凉了。听话啊，闺女。爸，您歇会儿吧，我来试试。嗯。这皮带没问题啊。嗯。哦，是这个传动杆的事儿。哦。哎。嗯。给盖峰写信了吗？我正准备写呢。估计盖峰没收到你的信，你老丈人在数落他不该跟你假离婚了。你不能辜负了盖峰。爸，我会对盖峰负责任的。你应该对他负责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不能因为生活境遇改变了，你的心也改变了吧。给盖峰写信去。爸，这个没有墨水了，我去买点墨水。你踢我干嘛？不该逼迫江森。这怎么是逼迫呢？他们俩是假离婚，他们还是真夫妻。江森是成年人了，给妻子写信不用你这个当爹的催。亏你还是留过学的，送你两个大个。啊，健康，衣服。对了，你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？没有，你呢？我是收不到了，我爸托人帮我查了分数，我才考了151分。咱俩差不多，我157。咱们俩怎么能一样呢？你这复习才多长时间就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？要是你夏天继续考的话，一定能考上。嗯，你也会再考吧？
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，想请你去看。我不好意思啊，我明天要上班。江森，你是不是讨厌我呀？当然不会。那你喜欢我吗？我。你要是喜欢我的话，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在农村收集的花瓣和树叶，留纪念吧。真好看。雨婷。